这一份才25块钱，卤味饭这样子50块。这边吃的是人情味跟回忆。来高雄了，今天是真高雄铜板美食之旅。我们找了十间超级有特色的店，这一块、五块、十块那种。哎，没有这夸张，5块的霸王，1块的 QQ 球，30块的蚵仔煎，不到10元的早餐。再来看这些店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哇，艳阳高照。我们第一站呢就租车子，因为在高雄这个开车会比较方便行动，而且太热了。我一样透过 Shopback 到 KKday 的平台去订车子，我在上面订了2300，我回馈了172块钱呢、欸，真的很多哎、欸，172块钱可以做很多事哎、欸，买2个便当加1杯饮料。怀念高雄，而且高雄的路超好开的，很宽呢、欸，我都敢开了。一星什么？一星、二星、三多、四维、五福、六合、七贤、八德、九如、十全 ，bingo 吗 ？bingo 应该是 bingo。第一间是在凤山的李家肉圆，我们在网络上查的时候，它一颗是5块钱，听说它最近涨价了，变1颗6块钱。来了，我们点了4颗是24块，然后汤是25块，这样子才10元呢、欸。突然就知道高雄的霸王都是用蒸的。好了，先不要先入为主，因为我个人喜炸，我们就来吃吃看微喜炸。我本来会以为说蒸的味道会不够，你知道猪肉的咸香跟甜味都有包覆在里面，我觉得还蛮好吃，调味还蛮不错的。番茄味，番茄酱。为什么要在八碗里面加番茄酱？综合汤里面有5个丸子，4个鱼丸和1颗贡丸。真的是小锅短袜，它鱼丸是石目鱼丸，觉得25块这样子。我们再点一个不加酱的。好，我们用了一个酱油，我们来加蒜泥看看，我觉得应该比较贵。来试试看 without ketchup 的版本，硬要溜英文。这味道才是对的、哦，这味道番茄酱。那我们看下一间是什么？接下来是在凤山的凤翼面线，这边很便宜的是它的四神汤，只要35。35元的四神汤，你看，肠子们，35块，我问号。好的，因为它不能内用，所以我们来到高雄的友人家，是书香世家吗？你爸妈以上是吧？断在他这一代，断在这个女儿。好过分！大家看，35元的四神汤，我们用一个大碗公装哎，它的料给的非常多哎，好的哎，中药香蛮重的，它肠子给的很实在，就是很处理很干净，他们一直在里面奔腾。这个面线的话，价格比较高，它是40元，它是给满肠子，放肉根，而且很大块哎，醋咸的香菜面线，它的肉根是咸甜咸甜的，很好吃哎，这间有在好吃哎，没很多料哎，超多。就根本就快没面线。我刚在弄这霸碗的时候，他就手沾到就舔了一下的，好甜哦！冰冰，超甜，超甜哦！霸碗这个肉我觉得还好，就是没有到之前吃的其他霸碗那样鲜嫩哦。鱼鳞的霸碗，米糕听说很厉害，而且我最爱米糕有什么？米糕，对，是不是忘了跟他加那个甜辣酱？我忘了加了，这样子就很爽。那感觉很湿润，应该没关系。它米糕本身的调味就非常重，它每一颗都 QQ 的感觉，它的米很饱满，然后再搭配它上面的肉燥跟肉松，我觉得米糕跟四神汤腰这两个很赞。接下来是这个在凤山体育馆前面的葱肉饼，它一个才15块钱哎，加蛋20，然后再加菜再加5块，这样全部加下去才25哎，那我们就来各一个喽，好气呀、啊！镜头盖。是不偏不倚的就掉到水沟里，他直接剪掉进去这个，这真的剪不到，真的不是我忘记哦，他就是要离开我。对啦，那你就去吧，就走，你走。各位，这是葱肉饼，不是葱肉饼，它是葱肉饼，里面有肉，而且我们加了9层塔加蛋，这一份才25块钱，我们要买一份原味15块的，真的是问号哎、欸。我刚听到汁液流动的声音、欸。里面有葱有肉，很厚，然后我加9层它很香。它是夹层，大家看，中间是有个空洞，有个世界，好像汉堡哦。这样25块，我真的是，这是目前我觉得算最经典。然后里面都是肉，这是原味的，这样子15块。它皮是有点煎到酥酥的，中间部分是有弹性的，哦，的口感很好，然后再加上它的肉跟葱是有汁的，15块，我觉得真的是天使降临。我觉得老板娘还是土地公土。这个真的是太夸张了。接下来是这间崔刚雅琪红豆饼，这间红豆饼是1个5块钱，6个多少？30块，这是10元以上的大小啊。对啊，这个大小根本不能5块钱而已。但红豆饼是比较不修边幅，它有点像是松饼的外皮。
长大之后会想要追求是奶香味比较重。这个呢就是属于内馅也是偏甜，然后皮是软软的，你知道皮是有弹性的哦，你本身也带甜，多吃几个会腻。可是我小时候一定会吵着爸妈带我去买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小朋友超爱的口味，只要家里有小孩就是买给我弟堵他们的嘴。他们的料都没有再少给，因为它芋泥是透明色，这种芋头西米露的感觉，这就是小朋友的芋头。我们会比较喜欢扎实绵密一点的口感，我觉得一个五块真的没有什么好挑剔的。接下来是这个 QQ 蛋猪爷爷地瓜球，一颗一块钱，要讲几次？我们要点20个地瓜球，20块。地瓜，他们刚刚那个球是自己在那边弄的。来，谢谢。阿嬷手劲很强，那边一直，因为大家不都是那种压的机器吗？那阿姨那边手那一推，感觉给她推哪会很舒服。她一颗不小哎。这一颗一块完全给过，皮酥内 Q， 地瓜又香。感觉这间很 OK， 高雄人到底是怎样？都不用赚钱的吃。我觉得今天的五间都没有雷，都会想再来吃。那脸我不会再吃。我们今天要入住的是特工大旅社，很可爱哎，是不是很复古？很复古。我们一样是透过 Shopping 在 Agoda 上面订，我订2585，回馈134.32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5%，你可以吃130多颗猪爷爷的 QQ 球哎。对耶，这样听起来好划算。这间我笑想很久了，果真很漂亮哎，像是老建筑改装的。蛋楼很漂亮哎，它有一个有中岛的厨房，我家公共区很美，感谢特工一帮我们升级。好吗？好了。日系木纹感的，好喜欢哦！看厕所，看厕所，厕所是个小巧的概念，色系很协调，很温暖。他们家的备品都是用什么绿藤升级的？哎，这样子我觉得划算到不行哎，被升级，然后又刷被现金回馈，但是。喜悦到说不出话了。这边跟我颜色很搭哎，有吧？跟我今天的配色，我根本就是特工衣的一体。虽然你一样老旧。接下来是这间圆圆，走，我们看看圆有什么吧。这间是邓家粉圆，听说一碗10元，10元的 QQ 冰哦。好像涨价一两年，它现在是15块钱。更正，它粉圆还是热的，对，手拎拎，对。我们吃吃看35元的综合刨冰，就是我期待的粉圆会很蜜，不是甜哦，是蜜，黑糖或是蜜的感觉，但是觉得它好像少了一点香味，它本人就是小珍珠这样。35元的综合刨冰，哦，综合有，因为它的红豆很香，我觉得它红豆很蜜，虽然35块真的超级值，汤圆好吃哎，就嚼出米香那种汤圆，我喜欢的汤圆哎，汤圆因为是热的关系，刚吃到的时候还有点黏的化开。然后跟冰咬在一起之后，它又有点变有口感。这个浓豆和汤圆没有在客气，这个有厚道，而且这个好吃，就单单增加粉圆的那个。刚回鹤宫去冲个澡，真的有够黏。接下来要去其他地方玩，我要去找一位湖北者。误了误拍吗？不要拍我，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。没有，这是台北叛徒马丁。还是台北叛徒。白天省吃俭用，马丁晚上带我们来吃这个高档餐厅。还有，漂亮啊！这是扁面，对对对，这看起来就是墨鱼炖饭。谢谢。他们名字我都记不得，它叫什么？很好吃哎，而且它面跟高雄马路一样宽，很宽哎。可怜的画面，不能干。今天要去一个非常浪漫的行程，真的很期待。贡多拉可以讲出来吗？可以。那你觉得他们会唱什么样的歌曲？要威尼斯的啊，意大利语吧。可是你是爱河，不然我唱什么？三靠台湾。很浪漫哎，真的很像在威尼斯哎，你都没去过，一讲到新西兰嘴软，威尼斯。那我们一样是使用我们的 Shopback 透过 Klook 来订购这行程的哦，租车、行程、饭店、住宿什么都可以透过。连娱乐都有呢。哦，小心。天哪，好浪漫哦。我们出发了。啊，画面你看起来好像真的有那一回事。是凉爽的耶，还蛮稳的耶。有风哎，有风哦。高雄男眼泪。
小男眼泪我哭了。这首我也喜欢，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好，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哦，它有那个，哎，这上面有东西，这是我唯一的。是全世界总共只有五个可以当选的地方，第一个是意大利威尼斯，澳门的威尼斯酒店，日本迪士尼乐园，那总共是我们高雄爱妃五个地方，非常小的地方，这么大型的全世界就是高雄爱妃这边，是我们公司特别定制加大型的工作啦，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才从原本人工用称的一种现金，变成马达操作了。当然，因为我们本来在期待有人在那边平均深度，本来期待是神乐，那神乐太高了。好了，也是没有，也是很浪漫。是啊，他往你那了。他在我们之间走来走去的。今天贡多拉之旅结束，完美，我觉得马丁应该不会再回我讯息了。那是一个封锁，笑死！是同一只吗？他要去搭船了，他刚刚在船上跑了。我随便去都有啊。啊！是谁说要搭贡多拉？最近本来没有必要搭。本来有按摩脚，或是贡多拉。为什么不去按摩？我觉得他不是贡多拉。他不是啊，他没有那一根，掉了一根，没有那一根才是完整的。就跟其他的不同，对对对对对。各位，并不是高雄所有物价都像白天那样，我们现在在老江的红茶牛奶，这杯大杯的，你猜多少？10.68，想必一定要非常的厉害吧？它是咖啡广场，对不对？我有咖啡，你喝它有咖啡味，那就只帮你给他一个表情。那刚来贡多拉给他一个表情。更尴尬，拜拜。不一定要大贡多，拜托拜托。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拜托一定要大贡多，拜拜。谢谢福啊，拜拜。大家早安，我们有订他们家的早餐，加购价是200块。啊，有哎。哒哒，身为做作的我们要好好假扮一波。吐司跟抹酱类，豆浆、柠檬、卡士达，还有我们自己做的优格等等的，还有这个马芬，这样子一份呢是200块，外面有烤面包机，你可以自己去把吐司加热。我刚送这个法国发酵的奶油，还有加一点海盐，然后配这个豆浆、柠檬、卡士达，觉得很好吃哎，味道很日系、很清爽哎，然后再配它的莓果酱，就是它就是比较高端路线啊，就吐司加一些抹酱，200块。我们等一下回归主题，带大家去看另外一间粉丝吐司。今天马上去流星花钱。流星花钱的第一站呢，听说是一个非常便宜的早餐店，这个圣元早餐店。哎，真的，草莓吐司只要7块钱，7块钱，保加蛋25块。他想吃看火腿蛋吐司15块钱，也可以奶油草莓吐司，草莓吐一样是7块钱，咖啡牛奶、草莓牛奶跟可可一律都是10块。来喝喝看，我们买两杯饮料加两个吐司，大家猜多少钱？42块钱呢、欸，什么价位啦？价格就是草莓土，就是草莓土，草莓牛奶，放的果浓吗？调味乳，调味乳的味道有点儿时哎、欸，这样手上搭配这样17块。我刚心有小揪一下，因为就小时候的早餐店，然后包果浓牛奶，就是这个味道。但虽然没有说到非常非常好吃，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的感觉。他们家不是用美奶。加收那黄奶油，所以可能会稍微点。你们有没有赚钱？你们到底有没有赚钱？哎、欸，它是咖啡牛奶吗？有点像昨天的老姜的味道，有点像哎、欸，真的。可是10块钱，对的，你没看错，就是有 cat 时间喽。像我们出门不是会买一些防晒跟日用品吗？我觉得它现在有个功能很棒，是你在搜寻防晒哦，你选定一个商品之后，它会进去帮你比价，然后比价之余，它还会列出这个最高回馈的金额是。我们在出发前就买了防晒，然后现金回馈，卖了370，大概回馈3块多，快4块，其实就是积沙成塔的概念。4块钱再加3块钱就可以买那个草莓，是不是？省钱就这样省的好吗？
听说是只有高品才有的便宜连锁饮料店茶楼养了牛。它的茶类是一律19元大杯的，然后鲜奶茶33是可以选奶的，这样子算很便宜耶。我们最爱的蜂蜜红蜂蜜绿只要20元。茶楼养了牛吗？小滴蛮好喝的耶，你喝看，奶是蛮香的，因为它的薄水不会到很香的那种香精感觉，我就觉得很顺口。我觉得其实很好喝的耶，也不错哎。嗯，这是什么？绿茶。你应该加1块钱变蜂蜜绿茶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还爱喝蜂蜜绿茶，我觉得这件还可以耶。妈妈巴车吗？有人用过吗？我觉得好难用哦。看我们稍微流汗一挤到。它就是白色的，又会隔来隔去。我刚不小心碰到内内，然后我手上被勾到一条。大家看我们的车子，就是白白的，而且看我的裤子，而且它这么黏就算了 ，SPF 只有25，什么意思？我昨天有擦，那种见识现场，人家以为我们在车上干什么，而且还很难擦掉。喂，等一下，它很难擦，它是加了什么啦？我都写日文，我都跨博。我们现在在爱国超市前面，我们本来要找到一间蚵仔煎，只要30元，海产面35。那个阿尚退休了，好可惜哦，好可惜哦。现在我们来到市区一个叫华西小吃部，听说有很厉害的便当。各位，卤味饭这样子50块，它有7种卤味，而且还有附汤哎，它还给你加韭菜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阿姨都请我们吃。50元的炒饭，什么意思？50块，他们要赚什么啦？那非常的烟熏，很香哎，好香哦，很香的，不错，好好吃哦。它的猪头皮满满的焦尖，很油，很香哎，好嫩哦，就挖到宝了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卤味饭，我外面叫卤味，这样子绝对不值得。重点是它没有因为它便宜，它的味道就觉得哦普通，或是太油腻或太耗。没有哎，它就是很传统的好吃的小吃，吃吃看炒饭，粒粒分明，有样有样。我是穷学生，我还不吃爆它，很好吃哎，它连洋葱都炒到有点焦焦的，整个非常入味。它的东西都卤得非常入味，很油香，胶质很重，是湿润的好吃的卤味。我觉得这一间只要在意卫生的话，因为它会有一些小生物在这边翱翔，生物多样性，对，很传统嘛，比较没有在居小节的店面可以接受的，我就来吃。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看网络上就说这边吃的是人情味跟回忆，火锅人很好哎。我们吃到最后一碗卤味饭，心好暖哦。现在才2点多，他卤味就都卖完，还坚持不跟我收钱。他也跟我们说，你要付钱，我就不给你拍。虽然他大概找不到影片在哪里，在内内频道哦。谢谢华兴小吃的伯伯。今天来三明区有一个鸡蛋糕是3个10块钱，我听说好像以前是4个10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试试看。鸡蛋糕，我马上的。它不会太甜，嗯，皮脆脆的，它有点奶粉香，它里面是还是湿湿的，湿湿 QQ 的。这个价钱我也不知道要挑选什么，小朋友会爱死哎，刚涨价哎，它本来是4个10块。哎，小信哥很喜欢，他要去买。它其实叫阿秀鸡蛋糕，那大家搜寻古早味鸡蛋糕，在三明区。阿秀说这是公主，她说是公主跟王子，可是她是台式的公主，对，是说台湾的公主。试试看公主头啊，好吃，哎，那烤的很好吃。等一下，这是王子吗？起码好像是王子，是土地公吧？今天是女子吧？很像，她就是八仙过海一样的。我觉得刚烤好的更厉害，它皮是酥的，在里面为主，热热湿润的这样。为什么感觉吃这个没有负担呢？而且钱包也没有负担。而且阿姨人也好亲切哦，小可爱的。你要再买吗？他在犹豫。拜拜，好吃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在林雅区这边有一个白糖柜，1条15块，但是听说很巨，我来看长什么样子。好大哦，因为很大一块哎，这十五块分量很太大了吧？因为我跟小象哥很爱吃白糖龟，我们应该算懂白糖龟，这件很可以耶。它的皮很酥，有点焦酥感，糖粉很香，然后中间很黏很软哦。我觉得小象哥会喜欢，他发出嗯的声音，嗯，对不对？它是外酥内软，这件很可以耶。15块那么大坑，嗯。